时光音乐会第二季原定于今晚播出，因为特殊原因将延期开播。但是不管何时播出，反正只要有周深参加的音综就已经锁定这个节目了，大家不见不散。昨天周深加盟时光音乐会常驻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可以感受到周深在全网的火热程度，就连预热现场田震、孙烨两位前辈也秒变周深的小迷妹。哎，这个小周深你知道吗？那个我看到了你的履历，你曾经在这个乌克兰利沃夫学习过啊，你就介绍一下利沃夫是什么样的。跟我一起来个唱跳，你想选哪首歌？就在在节目开播预热的 VCR 中，在片子中谈起最想给哪个选手提问时，邓紫棋、胡夏、孙悦和田震都纷纷表示想给周深提问。其实这也说明了，即便田震和孙悦处于隐退状态，但是对于歌坛还是关注的，对于周深也是注意到的。在七位参演嘉宾中，能够引起众多前辈的集体关注，足以见得周深的知名度，也足以见得业内前辈们对于周深的高度认可和喜欢。本次时光音乐会二中的八位参演歌手中，若要排资论辈的话，田震和孙悦无疑是数一数二的。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名的内娱流行歌坛中的最早一批歌手，田震和孙悦都是和那英同期出道的，也是歌坛中的大姐大。此次田震和孙悦现身时光音乐会二，也无疑会为这个节目吸睛不少。而他们俩能够同时对周深给予高度关注和赏识，这也无疑说明了周深的优异。你知道大家为什么对周深如此喜欢和期待吗？首先，周深是真的音乐大魔王，他可以驾驭各种风格的歌曲，美声、戏腔、暗黑系，还有吟唱，都是独一无二的天籁之音。等我在这里等你，你在等我吗？就是他强大的翻唱能力，基本上他所翻唱的歌曲都很出圈，每一首都不输原唱。周深更是百搭歌手，每一次合唱都很精彩。伊犁克勤合作的《天下有情人》，高音荡气回肠，情绪细腻到洗涤灵魂，连原唱周华健都惊出表情包来了。陈乐一合作的《彩色的黑》，是不是很带劲、燃爆的感觉？
和杨洪基合作的《错位时空》，两人的声线很搭，一个醇厚高亢，一个响亮穿透云霄，整个合作非常的给力，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他们虽然年龄相差很多，但他们的声音是有默契和共鸣的，每个舞台都很令人难忘。而且周深还是个综艺感满分的艺人，网友都称综艺小王子。在《青春环游记二》里和贾玲、杨迪更是很多出签名场面。天，好，猜对了，没有，好帅，这是谁？他是谁？万千。创造营2021中，甜甜蜜蜜小白粥，尝我一口，喵喵喵。还有《奔跑吧》，不得不说，周深这综艺感真的是绝了。哇呀！草莓。周深真是个宝藏男孩，因为他的性格好，很随和，和大家都聊得来，也正是他这样的性格也能很好的无缝交流，所以百搭，只要他开口唱歌，整个世界都会安静下来。他的歌声犹如天籁，干净空灵，仿佛能瞬间洗刷尘世的喧嚣，还灵魂以宁静。寻找光的手掌，我也想把世界都照亮。